过中华小当家的小伙伴都应该知道，有一个会笑的神奇的包子，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做。这就是黄金开口笑。那要怎么做呢？我重新刷了这一集，发现谢师傅说得很清楚。是因为我用的是预热才会发作的碳酸氢钠。学废了，准备开始。来做一个谢师傅说的碳酸氢钠法。在此之前呢，我们先来做一个初中化学实验。酸碱综合，小苏打遇到醋会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，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和气泡。用这个水来揉面，就是会散发出一种不可描述的味道。我知道一股脚臭味，脚丫子很久没洗的味道。哎，现在没有了呢，很香啊。哦，现在真的是没味道了。把面团揉光后醒面半小时。我们先来做包子里的内馅。哎，扣扣，你在干嘛？敲牛排。这是牛排又不是猪排。便宜的牛排敲一敲，口感也很嫩的。开始准备煎牛排和煮粉丝。两边一起来，这边呢等会把粉丝进去烫一烫，因为油已经热了，可以下锅来煎牛排。差不多我翻面了，半分钟左右翻个面。开了，牛排拌粉丝，好，面型好了。哎，我的那个切面器子的小助理的工作就是做这个，把面团切成50克左右一个剂子，接下来就跟擀饺子皮一样的，放一点粉丝铺个底，中间盖上满满的牛肉粒，再盖一层粉丝，用包包子的方法把它收口，但是反过来放，底部朝下就完成了。最后一个样了，你来擀，我不再来。又擀面吃很好哎，粉丝太多吧？粉丝都不嫌多。哎呀，行不行呀、啊？粉丝们想露一条尾巴的尾。嘿，可以了，终于干。还是捏起来了吧。嘿，不错，怎么做个记号？这是你做的呢？拿这个食用色素笔。脸歪了，来笑一个，挤出一个尴尬的微笑，表面刷上蛋黄液。上宽油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先来炸一个小助理刚做的，160度的油温，准备下锅。180，你这下面下巴是怎么的呀？你这是？不知道扣扣的怎么样？出来了。好，就这样的啊。哎呦，这个笑容有点吓人。哎呦，有点惊悚。扣扣，我们的黄金开口笑都是这样笑的。但是有笑声吗？屏息凝神，用心聆听。哦，听到了。哎呀，这个两个难兄难弟版的微笑版，哎呦，好恐怖！接下来看一下，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了。怎么底上这么红？我再切一个。哇，怎么开出来每一个都这么红？主要原因是收口的时候没有把底部的面团给揪掉。比较薄的部分吃起来也挺松脆的，但是有股淡淡的碱水味，口感不是那么美妙。宣告谢师傅版失败。屡战屡败的我在网上找了很多攻略，点开这个酵母发酵，看看那个又是酵母发酵，全部都是酵母发酵。我现在呢做这个酵母发酵法，全网的 UP 主都用这个方法，我也来试一下，看看效果怎么样。这次是用酵母、泡打粉和糖来揉面，相同的办法把面团揉光滑，放在温暖的地方发酵到2倍大。1 hour later， 拉开面团，看到这种网状结构就完成了。好，重新开始包包子。这粉丝太多了，干嘛？这是我的粉丝，跟我抢粉丝。这回我要把面团底部多揪掉一点。怎么像个葫芦娃一样？我把它揪掉，我好了，顶上也没破啊。帮我弄一下。这个是我的，你看。哎，腰好酸。你别吓人啊，它为什么不能全部都油炸到？按进去，按下去，按进去，像个大麻球一样，要往下压。哎，我以为是抽水马桶，我们在扶手。你的声音啊，有声音了。啥声音也没有、啊、这个充满礼节性的微笑，怕不是哑巴吧都不能笑。没有笑声，等会我们自己来。哎呦喂、哎
试吃之前，我们先来张照片啊。好，这样，这样，把口往下一点。啊，我倒数十秒啊。十秒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差不多，开始笑，开始笑啊！炸的金黄香酥的包子看上去又那么绵软多汁，至于这包子的味道嘛，有请上海工会会长来品鉴一下吧。哎呦，这包子是如此的浓郁多汁，而可是吃起来却是如此的爽口，毫不油腻呀。而且这个肉汁跟炸的香酥金黄的包子皮真的是堪称绝配耶，这是无上的美味，加上提高娱乐性的超级点心。